们圈新人辈出，每一年都会有许多新声音加入。而这两年因为选秀节目的关系，有许多亮眼的新人出现，像是2007年红极一时的星光帮，在2008年的上半年，最夯三人杨宗纬、林宥嘉、萧敬腾就各自发了新专辑，同时也都办了演唱会。还有在2007年正式出道的纯爱女生郭静，则是在星光帮正火红气势下，依然杀出重围。2008年发行第二张专辑，成绩依然亮眼，而且还开了个人生平的第一场演唱会，奠定了她在歌坛的地位。你的爱让我想做更多的梦。他们的好歌声在歌坛站稳了脚步。另外2008的上半年也出现了像是卢广仲、王若琳等相当有个人特色的歌手，而到了2008的年尾，在歌坛又有许多新鲜人来挑战，像是星光三少就各自发行了EP。不断寻觅错过了几次，从来不知爱情在这时，回头发现熬过这些日子，总有你的影子。你在那个远方，搬到那座天堂，欲望简不简单，快乐困不困难，对于从前时光，对于我们才爱到一半，你遗憾或不遗憾。如果你也梦见那样的笑了，看起来真的是选秀节目的天下。除了星光三少，像是新加坡来的黄靖伦，以及走摇滚路线的魏如云，也都是参加歌唱比赛被挖掘出来的。星光三班人气王黄靖伦推出第一张专辑《论语录》，即将闭关待产的桃子特地出席记者会担任主持人。笑称有肢体障碍的黄靖伦收到礼物节拍器时有点小尴尬。老师，你要小心不要被他踢到哦。不错不错，翻 ！Oh my god！ 可以，层层叠叠。
加新加坡的歌唱比赛来台湾发片的何为健，以及因为周杰伦而声名大噪的江雨晨也都加入了这场战局。看来虽然2008年即将结束，唱片圈的新人大战才正要开始了。完全乐整理报道。